天已过去，寒风也袂过期，春天的花蕊不知几当时。想你的枕头边，怀念关系你的香味，时光阵阵的心酸，你敢有听见？啊，想你，我真想你。啊，爱你，我真爱你。凄冷的窗门边，电光为你闪烁，思念的梦，梦醒要到何时？十一公妈祖伯公带度公好，相传两位神明时常在沿海巡视，说是千家变万家，年年来倒换。听讲每年妈祖伯生日，带度公为着洗掉伊胭脂，就会施法做大好。那时轮到带度公生日，妈祖就会做法透大风。听讲因个把小妈都相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和因两个所来结完仇嘞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细说台湾》，神哥道关岁。水瓶，小心破表，咱先离来带小皮姐。来，你慢些坐点。我刚才咱走到紧，到这个庄仔头，阮厝里的人应该袂溜过来。这一切也要怪，都怪我无爸无母，阁无钱，是我配袂起恁娘家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从来都毋捌欺骗过你的身份，嘛袂因为你是孤儿，就讨厌你。等到头一日看到你，就足介意你的，一定要嫁予你。细节，这么苦做样事，可是我的好事才多济，他搁要陪咱做伙在阴曹地府啊！小庄阿婆，知影无？文浩，你在倒位啊？你快出来了，馒头！
是妈祖娘娘。但秀美，你大智大义，结束性命，照讲该拐入往西峡，一直到以永寿结束为止。妈祖娘娘，我拜托你了，你别把我拐入往西峡，我会惊鬼啦。你自己就已经是鬼啊，还会惊鬼？我袂用的啦，妈祖娘娘。我边若是有鬼，我也是会惊。我拜托你了，你别给我跪地往死下啦！我拜托你了。本座念你个性单纯，心肝善良，在世进前求了真多西灵，搁常常报施去吃。本座就留你在身边修行，为今日开始。担任我心神，解救苍生。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。秀美，那无你的牺牲，都我都心存我的幸福。你看这厝啦，遮垃圾搁遮尼久，是要哪住啦？哼，有通住到嫌？若不是当初我甲你阿爸申请了后，伊骗我搬走，然后大刚去跋筊，我娶你这个后生去搬，把家产拢败了了。咱拢是要搬到这座厝啊？还是讲煞袂啦？啊，即马都已经安尼，你讲这敢有路用？啊，既然都已经搬转来，啊，重新过日子唔就好啊？我并不睬你。我是来找无拍卖的，看看有啥物啊，通好用的。你先家己拼拼的啦。妈祖娘娘出巡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祈求掠鱼大丰收，出入平安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大地出巡，机会难得，若要救回人，就要紧哦。有可是五洲的，报上大地来，咱来去拜报上大地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好求报上大地，保佑大家平安顺遂。真好，报上大地会保佑恁大家平安。多谢大家。真拄好，林明通，逐年西景出巡的时阵，都会才拄好去拄着。是拄啊好，啊是你调工的啊？哼，我也不是恁家开的啊，谁规定敢若会到恁西景的时阵经过？哈，那呢？敢会使麻烦你，小可让一下，阮搁要继续往头前行。真好笑，现在不是恁让了，阮出巡的时阵嘛就要直直行。我以妈祖娘娘之间的道行，也已经道过了百年了。这拢是当初时的迄件代志。妈祖娘娘，
今日相见便是有缘，不知绕境以后敢有机会一同泡茶。伊讲咱会当合力救世，意思会当增加感情啊。感谢宝兴大帝无去向本座，但是本座只是要庇佑众生，并无考虑感情之事。本座阁有代志，先告辞了。看来我不出手，我的面子就会尽扫落地。我手缘是我的灵机，就由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。你不开心？这是你逼我。趣味，趣味，太趣味了！你现在是和本座的邻居拢加卡心。我只是和你的邻居男甲规身躯淡漉漉而已啊。好，要达心，那呢？这次的规定就只能当邻居。你要丢秋园做啥？你笑啥啦？哎，林明彤，你是不是因为身躯拢湿的，才会去让阮卡着啊？你有安怎无啊？虽然咱自细汉是识到大汉，也毋过。这人这么多，你秋燕，你搞安怎？你头壳敢叫我弄受伤？秋燕，你讲话啊！林明通，林祖嘛，这世人，甲你得定。袂歹袂歹，啊！想袂到这个砖仔头的姑娘，佫比阮遐个加较水，佫加少年呢。这个西林明通啊，下就这么重，哦，我头奈这么戆啊，袂用的。董胜奇拄才去弄着头，我嘛袂用昏倒，我五手缘呢，我身内底庙灵机要这么虚的啦。姑娘，等一下，我即马人无爽快，先莫跟我讲话。你总算肩膀手哦。歹势啊，歹势啊，我就是讲拄才拄的是手啊，唔知是你的健康。你光头白日吃我的豆腐，你打算要安怎？我拢甲你回信咧，你千万唔通搁我传你遐去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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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今仔日才拄搬来这个庄仔头，你找一个时间带我四个老老的，是来这个所在，好不好？无问题，这简单啊，我保证乎你一工来，就当把酒客客，伫这个庄仔来四过行。对啦。啊，拄则有听你讲什么？你是庙里邻居，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好，我叫吴秋燕，你嘞？袂当回答我本名，啊，若无，我想都会恶出来。我叫苏文啊，你好。是的啦，我说袂去讲，咱都许久不亲了。
真正有够衰，一般困一醒起来都当转运啊。如之愿望，我答应便是。啊！李姐，我房间闹杂啦！啊！小李哥，小李哥！我就来说说自我介绍，我乃是保生大帝新派来瓦星神士啊，本名吴正敬，算起来我嘛是恁爸爸的兄弟，所以你爱叫我阿正。对，今日开始，咱就爱做伙联手拍败妈祖庙事啊！阿正，李明通。李明通，精神。欸，你是谁啊？我知影啦，你是迄个离家出走的查某囡仔，对不对？行啦，我找你来找团长。哎，想讲我离家出走啊？我是要来陪你的。你哪会知有这种想法啦？我心内已经有人哦，我无可能会介意的哦。不是啦。我是妈祖娘娘派来的瓦星神，我叫做陈秀美。哇，原来你是新来的瓦星神哦！你好了，我叫李明通。各位乡亲啊，看到咱妈祖娘成立200年，要来举办插头香领红包哦！进来哦，时间要到要开始啊！哦，来哦，进来，来要开始啊！我今仔日这身扮相，一定无人看会出来。等我把头香唱着了后，哼哼哼，保证乎你这个林明通，行到面青顺顺。少年的，你是不是倒去无爽快？刚想到啥讲？无啊。我可能小可去干着，无代志。啊，你嘛来抽头香哦？是啦，我是因为哦，拄我转来，啊，即马时机无好，趁袂着钱，再来家属讲哦，是不是当试看卖，把种年年红包哦拆转去，开一个运啊？你无代志就好。这位阿姨是因为日子过不下，我算是为了要斗赢林明通，走来跟人抢红包，我哪会这么歹啊？跟上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跟上下，好了，快来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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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亚弟，我听好势，今日这个头像，我乌龙一定要抢到，应该哪做恁知影吼？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后边啊，主持到，开庙门。你上哪？来人！来人！快进来！下来！大事跟咱无啥物单纯的。哎，恁进来，恁进来。灵宝天尊安慰心情，地主分片我做天命。青龙白虎对上关云，朱雀天母四位五精急急如律令。哈！哎，奇怪，真系无好啊！老心出手，汝无法度化解是啊！你是想，想做不要来做。好，啊，这个人哈、就是，我找到你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你了！天气好热啊！你叫我来啦！好难呐，好难呐！恭喜啊！这是马总娘娘送给你的红包。多谢你，金大人。
谢马子君，多谢马子君的注意安保。喂，你看起来那真青昏呢，应该不是这个村头内底人啦吼。是啦，我跟阮老、跟阮囝才拄搬来，若是有啥物代志，我先来走。民间有一个真趣味的传说，是咧讲大头公甲妈祖无斗法的故事。到底是啥物缘故，让两位神明所来结缘受咧？有人讲吼，伊个大头公伊本身家己哦，他讲吼，较早有生一挂啊拉力头啦，所以拢无往直条条。妈祖无甲啊，即大头公哦升天了，大头公哦看到妈祖生得遮水，啊就啊求情啊求爱啊。啊，但是妈祖无作生气，妈祖讲，咱已经做神啊，那会使去动这个凡心啦。啊，所以要拒绝。这大道公呢，对爱未成，趁这个妈祖那里生日哦，真个岁岁要出巡哦，一路吼啊落大雨。后来妈祖才讲，哦，结果是大道公你伫后边咧作作怪，伊咧做生日时阵哦，啊妈祖无来吹风，啊将伊帽仔吹掉，啊大道公哦雷闹开。妈祖婆到大道公的故事，互当作笑话流传。信徒相信讲，两位神明只会因为小花代志来冤家。人生情打上断，啥物苦涩全靠一日扛。无论有啥物阻碍，甲爱甲输赢，真情着留一线，一道好相伴，勇敢追求。看我相信幸福的